大家好，我是 Moto 7站杨斌。那上个月呢，我们推出了 Moto 7的夏季好刊物，那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回响。那在这个月呢，我们再推出我们第二本Moto 7秋季好刊物。那这一本刊物呢，它的页数是上次夏季好的两倍，所以内容的丰富度呢，其实比上一本刊物要丰富更多。我们秋季号的内容呢，主要都针对刊物来做重新的设计，所以大部分内容你在我们网站上是找不到了，所以非常值得你来做收藏。我们这一次呢，包含有几个多车评比的单元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针对新手的骑乘教室。喜欢 Moto 7、喜欢重机的朋友呢，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虾皮拍卖，或者是我们的合作店家来做购买，所以不要错过喽。